双王鸡汤五十四分，火烧老绿绿。好在您累了吗？才跟七六人打完第七战，仅休息一天的绿衫军塞尔迪克，昨天显得兵疲马困，被热火双星 LD 连线肆虐禁区，一刀刀刺进心脏，招招毙命。绿衫军的贾奈特可以打出回春表现。但队友皮尔斯及艾伦却因为伤痛缠身，导致 GAP 连线断线。当热火在主场以93-79轻松击败塞尔迪克，在东区冠军赛七战四胜赛制中拔得头筹。此外，这场比赛绿衫军罕见出现5次技术犯规。让也吞下一次技术犯规的老塞总教练李佛斯十分不爽的抱怨说，这是他遇过最差劲的判决。东新闻，请尊雷霸队果然还是无敌的报道。